佛吼，甲诸佛菩萨、甲咱老母娘，两个较袂连结啦，因为你假的嘛。人讲你会用假，吼，爱应对嘛是假，爱一心就一切心嘛，所以一定爱用真心，吼，才有功效啦，吼。啊，这个人呢，有一个真人，有一个假的，咱看下面的这个一，吼，而且。圣人咧做哩，边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讲有这股迄个气，就是讲咱爱摕着咱的智慧戒来三度着咱啥，咱本性中迄种咧，三度着咱本性中无的物件，诶，迄个去规范着，做过错，那把遐个气度了，吼，忏悔咱过去所做这物件，恢复到咱清净本来的面目啦，吼。